演，或者是还有接下来什么比赛吗？ Stone Rock 表演，目前是还没。所以接，因为现在其实我们以前是真的是每天疯狂的。我这应该有声音吗？好，我们拿麦克风跟大家讲一下。以前目前我们是有自己跟朋友的教室这样一起练，不像以前说我们每天疯狂练啊，捷运地下街、台北车站那样嘛，那种疯狂练。可是现在大家长大，变说有各自的生活，因为现实压力，对，所以每个人也是要赚钱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会一方面去努力自己的以后的人生规划。然后一方面大家还是会跳舞，固定的时间会跳舞，所以现在你们除了跳舞之外也在教舞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然后你说公开表演，其实就是有大表演会一起，对，会一起说，哎，这个活动大家有没有要接这个活动，或者是比较大的比赛，大家会一起努力再去报那个比赛。那这一次捷运杯得了第一名了以后，之后还有没有想要参加什么比赛？还想要再参加下一届的捷运杯吗？下一届的捷运杯我们是有计划会继续参加的，对，还是要拿第一。对对对，应该会哦，会努力啊，会努力，要加油加油。所以呢，你们也是下一届准备还要再继续参加吗？下一届拿两个。下一届要拿两个什么？啊，没有在就尽力啊。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在准备什么比较大型的？有啊，也是 battle 啊，就是 battle 啊。嗯哼，所以都还是在为了这些比赛努力的练舞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今天呢，非常谢谢两团来到现场，不光是带来他们精彩的表演，而且呢，也把他们一些跳舞的开心、跳舞的这意念传给大家。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欢迎收看今天的有样学样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伟瑜。今天的有样学样充满了街头的风格，不过呢，这一集不是街头有搞头，我们还是有样学样。不过今天呢，要来欢迎的就是捷运杯舞蹈街舞大赛的冠军以及最佳人气奖。首先呢，就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来宾，最佳人气奖 TBO Star， 欢迎。呼，来，团长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BO Star， 我叫龙龙。所以龙龙是团长，对不对？你们成立几年了？欸，应该说两个月，才两个月，就是我们人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只是 TBO Star 的团体是这个暑假才开始，是为了参加捷运杯这个比赛，所以特地去成立 TBO Star 这个团吗？对，因为 TBO Star 就是台北高中的意思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练起来，所以你们算是学校社团。对，对对吗？应该说学校社团做一年，对，然后我们是自己练的，自己组团，对。今天的第二组来宾厉害了，今天第二组来宾呢要欢迎到就是捷运杯舞蹈大赛的冠军，欢迎 Stone Rock。 来，让团长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怎么很没默契，再一次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tone Rock。好，一样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因为可能大家比较不太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成立几年了？目前实际算来应该是大概七八年左右。对，七八年左右。对，可是当中我们变化了很多团员，团员都有互相调动，至少我们分了至少有三四代左右。然后人员一直在更替这样。但是团名都没有变。对对对，都还是叫 Stone Rock。为什么会取 Stone Rock？英文的部分我是不太了解，这样子，我请那个副团长帮我解释一下。好，副团长帮我们解释一下，大头。Stone Rock 就是那个 Stone 就是暴风啊，然后我们是 Rock 是摇滚者这样子，对啊，所以我们跳舞就像飓风一样很帅。所以你们是走什么风格的舞蹈？都走都走，对啊，只要是很酷很炫的，通通都是你们的领域范围。都有。所以等一下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，尽量啦。对，尽量是怎样？这一次先来谈谈得到捷运杯冠军啊，是第一次参赛吗？哦，冠军哦，摄影机吓到了，这样你是忍住了吗？没有，冠军其实因为我们第二届的时候我们拿到第三名，然后第三届的时候拿到第二名。然后今年就是大家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说今年一定要拿第一名。所以这一次是第三次参赛。对，第三次参赛，就今年真的拿到第一名。可是当中我们团员有吵架，然后有不愉快这样。吵架，比如说为什么为了什么事情吵架？就是因为
可能团练的问题，然后编排上的问题。嗯，对，嗯，然后就是口角上，然后开始就是因为给自己压力太大。嗯，因为这是很有决心想要拿到第一名。那吵架严重的程度，比如说有人退团吗？还是说我不要参加比赛？有人退团。有人退团吗？是你揍人吗？蜥蜴是你揍人吗？蜥蜴哭了，拿麦克风，哭了，拿麦克风讲话。他觉得当天第一名是团长，揍副团长。为什么？怎么一回事？跟大家说一下。因为要练舞啊，然后副团长就先排舞，然后不排那个比赛的，然后团长就不爽，就拿那个超大的水壶丢他，然后他就哭了，然后说：“我跟你朋友这么久，为什么你竟然这种事为了这种事情来打我？”然后他们两个就抱在一起哭了。我没有哭哦，我没有哭啊。所以最后结果是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了。对。嗯，等一下，蜥蜴，我还没问完你，我还有问题要问你。所以是要跳街舞的，在打扮上面都要有一些特殊的巧思吗？没错。所以你的巧思是？我的巧思就是流氓。我刺青袖套。对。袖套哈，其实现在刺青的年轻人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刺这么大一片？为什么会要刺这么大一片？是为了跳街舞，所以才去刺青？不是，因为你刺青刺小小一块没有意义啊，你要刺就刺全部啊。哦，对啊。所以你接下来还有想要再扩展它吗？全身快完成了。所以你要穿长袖长裤？对，没有错。哦，好，那其他像是我看大头啊，你也有特别打扮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你的头发怎样？有烫吗？对不对？没有啊，自然卷。真的假的？啊，我是菲律宾人。你是菲律宾人？对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所以你是菲律宾华侨？对。在台湾念书，嗯，现在念哪里？念那个东南啊。东南科技大学，嗯，对啊，所以你们算是大家都是还是学生吗？嗯，有些社会人士，有一些是已经毕业了。对，那平均年龄大概在多少？大概30出头吧。哎，没有，再减个6岁啊。节目上要讲实话啊，哦，大概23、24啊，23、24，嗯，所以都差不多。对啊，我觉得可以关心一下 TBO Star。好，我接下来要问。好，再回到 TBO Star， 这次得到最佳人气奖。最佳人气奖是怎么来的？网络上投票。所以为什么？有没有觉得自己为什么？是因为朋友很多吗？还是有请大家就是亲朋好友帮你？